这里啊是乳山银滩啊，靠近大拇指附近的那么一个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呢，通常呢，有很多的房车在这驻扎。今天呢也依然是这样子的啊，看到一些房车，这边还有这个监控，还有卫生间啊，卫生间很近。这边看看是哪？哎呦，从陕西啊，陕西过来的房车。还有从这个江苏南京过来的房车，你们好啊！再开一下车，你们好，从陕西过来吗？陕西过来，陕西过来吗？陕西的，来我们银滩多长时间了？到银滩还昨天过来，昨天过来的吗？你是银滩的？那是银滩的吗？你是银滩，我看你不像银滩生意。你陕北，你陕北的？陕北榆林。榆林的啊，榆林的，我是米脂的。你肯定不是银滩人，一看不是银滩人啊！你是米脂吧？你看我像米脂吧？不像，不像，俺不像，说的话不像吧？看我说的话，看着不像啊！榆林的啊，榆林，那挺榆林那边挺好，现在，现在变化可大了。我以前去过，对对对，这个现在那个石油开采，好像以后榆林经济很富，嗯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就是榆林的。哎，你啊，你们是哪里？拍视频是吧？对，我拍视频的。你是哪里？你们我是就是银滩，在这买的房子。都是买房。对，在这买房子，对。那你们有钱吗？在这买了房了。这房子便宜啊，这房子便宜，二三十万，一个八九十平米的房子，你说多好？二十多万。这个大姐说这边停车要钱，那边停车不要钱。这边不要钱。那边1000米，嗯，1000米你去。啊，这是上海来的是吧？对。你们好，游客。你们好。大拇指旁边呢，有一个是要收费的，但是再往这走一点，也走个几百米。你听我说，有一个叫什么党校对面那个不收钱，党校对面的不收钱，党校对面不要钱啊。对，那好像有什么大楼，什么国际，什么，就这个架子里边，再贴一个就在这。哎呀，我看你们开的房车，你们旅行多久了？50天，已经50天了。我看看你家这个房子啊，看看你的房车啊。51天。以前啊，这个房车来了以后呢，都围观，咱现在看这房子不错啊。自媒体，对对，自媒体。你们是来旅游来了还是？自驾旅游。自驾旅游，就开的你们这个床车吧，算是。我不是床车。那你就是坐旅馆。坐旅馆啊，哦，这，您是到银滩第几次来呀？第几次来呀？我64。乳山第一次。第一次来啊？那你们怎么想到这个目的地到这来了？就是你们上海人，就银滩嘛。听说过银滩，看那个银滩名声在外啊。哎，对。昨天拉了一天没出来，这里水土不服。是吧？水土不服。有点。对。拉了一天，我昨天没出来玩，昨天宾馆里住了江苏的，睡了一天。那边稍微调理一下，听说会好一点。你住的哪个宾馆？能问一下吗？住了宾馆，我们来的地方就那个乳山宾馆。乳山宾馆贵不贵？不贵，一百零八吧，108啊，现在是淡季，你到了七月以后就呼就涨上来了，就200多，就是200到300了。旺季的期间，旺季的期间，对，我们家里也没事。这一路的宾馆都便宜，都便宜啊，哦，现在淡季嘛，还条件还行吧，不下64的人。我给你打赌好吧，我给你看身份证。你输了，你那个房子我开了。很有意思。房车也不贵。这个南京的车啊，已经发动起来了。哦，这是不是在那个干啥呢？充电呢？这哪地方呢？哦，这是重庆的是吧？你们开的是床车啊？你好，你好。在这住了一宿了，已经。对。啊，怎么样这个地方？来了几天了？来了那个，今天是第二天。第二天了，这边生活还方便吗？还方便，在前面那个。打水也方便。打水。在这买海鲜了吗？买了啊，自己加工自己做。你看那小，这床车弄得还挺不错的啊。自驾，我看你的这个车，哦，这样一铺，哎，这还可以。挺好挺好，这平常把东西可以，上面的行李架也可以放不少东西是吧？哎，行李架可以放。对对对，啊，这边的车写的是南京依维柯，这是中国国家地理呀。看车主呢带了一个小狗，
在这个树荫底下在吃早餐啊，你们聚在一起啊，一块吃饭啊，吃早饭。我们原来在那边住的。啊。对，在路上旅客是哪地方都有，都能成朋友，是吧？在哪都给他们看看。嗯，对对，小胖，这个这边是湿地。湿地。你们是哪里人嘛？你开哪个车？你就那个。我是那个猴车。红的。猴车，前面的猴车。哦。我说的陕西话不像吗？不像。不像米子的。不像榆林的。那你。你在这边买房了？买房了，对。鲁艺。二十几万。鲁艺是哪个地区？我买的贵。鲁艺是山东东营的。哦，我想到东营去。东营去啊！欢迎你们过来玩的啊！28万。啊。您的车多少钱呢？是？那是人家的。你的是这个三啊大通啊，上汽大通的。嗯。哎，这个车挺好的啊，我能看看你的车吗？陕西，这是榆林的啊，陕 K 是榆林。这个是，一个床是吧？一个双人床。一个双人床，这是卫生间，卫生间，这样可以合理利用的一下。这边是一个微波炉是吧？微波炉、电磁灶。电磁灶哦。你这车得多少钱啊？这31、32万。32万哦。啊，挺好。你们出来多久了？出来一个多月了，一个多月了，都去了什么地方啊？去了东北。啊，先去的东北。去是东北去了。那边热不热？那边不热。东北。五一去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冷。五一那时候还挺冷的，对。特别冷。现在可热了。现在比这边热。热。对。这边热，那边凉快。你们出行一趟花费高不高啊？花费特别低。特别低。50T的花，就一共花了就是就在车里面吃呀，加油呀，一共是6000多吧，6000-7000吧。6000块钱。6000-7000块钱，就比较低的是吧？这个东西这个不高，就吃也就是1000多吧。吃1000多，主要是用在过路费加油。主要是加油。主要加油啊！平常不走高速吧，走国道吧。国道。对，走高速的话，你就不能玩周边了。高速就是没办法玩。对，没法玩了。对，虽然快点，对。走低速咱玩的会好吗？对，你是来了银滩这两天怎么样？印象怎么样？对，房子多。房子多。房子便宜。房子还便宜，比榆林那边便宜吗？比榆林还便宜。便宜，比榆林还便宜。肯定比榆林便宜。这儿你90个平米才卖28万吗？那是个别房子，楼层比较高的，楼层低一点的房子也贵，90平米的话也得40来万，对，也得40来万，对。楼梯该比那边便宜，要便宜一些啊，便宜。再说这边是不是房子多，人也不咋多？不到时候啊，现在是属于是淡季，到了暑期的时候人就多了，但再多的话，它也是，房子也是住不满的，控制房还是很多的。你们大概是？这一带是最繁华的，是吗？我们银滩嘛，就是从西到东20多公里啊，这么一个海岸线，房子的从这边啊往那边往里边从南往北盖，大概过来时候啊，荒凉没人住，好像房子都空着了，全部空着了，感觉就到了大拇指站还附近一块人气旺一些是吧？其他处人气不旺，感觉没人。没事啊，你晚上去大拇指了吗？广场去了吗？去哪？那边特别热闹。特别热闹。跳舞的有各式各种，特别多。特别多。在那一个小吃一条街。还有小吃一条街，有霓虹夜市，你这刚搞起来的，以前没有。哎，那个小街，我们昨天也吃了点。贵不贵东西？差不多。可以。还可以啊。毕竟它是个向外人卖的嘛，旅游的人来。对对对。小吃我们吃了点，吃点小吃啊，吃了那当地特色的什么海鲜什么怎么样？海鲜，反正你们带来说好，但是我们吃不惯。吃不惯啊，哦，吃不惯是就是像你们就是现在是退休了，就是来走一走，各地走一走，转转。你的计划是出行多长时间？过月底就回去。月底就回去了，那么这次出行，总共时间是？是5月1号哦，那也就是走2个月时间。50多天了。50多天，现在50多天了。
对，两个月就回去了，直接开回去。转吧，这就回去。还准备去什么地方？胶东。青岛。青岛还没去。住了几天。然后这边拽完了，慢慢拽着回去。就拽着回去了啊、哦！对对对，休整一下，然后再出行吧。冬天去南方，夏天到北方。热了我们就不出来，太了我们也不出来，就在那个季节性的。季节性的啊。出来玩。对对对。咱这也不是，每天我也不咋。喜欢再出来、不喜欢再出来了、我们倒挺羡慕你们这种旅居生活的。对，出来的人都是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个好。我感觉也你们都是好。时间不能太长了。时间不能。两个月可以了。他们买的都是这种净化水啊，这种矿泉水、山泉水。都是喝、这个。你们也喝这个水？都一样。那么这边卫生间打的水不能喝吗？能喝，但是我不用那个。哦，你们喜欢。水的品质高一点的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个、也有时候吃不好，我们吃洗漱呀，都是那个。对对对。吃的话都是这个。一般选地方都是选这样，去各地去的话都要选这种，免费停车场。不是免费停车场。有水。有卫生间。有水。这个、方便。有水有卫生间就好便啊。那你这电怎么办呢？怎么解决？电我们有啊。自己发的电吗？下边有太阳。太阳能然后。我们还拿那个逆地器啊，买了一个大逆地器那个。够用吧？这电？够用啊。够用。一半够用，我们太阳板一半车子用些啥才会充电。不咋用的，因为就用电磁灶、微波炉、冰箱是长期用的。冰箱长期用，对。冰箱长期用的。对。再没有什么长期用的。挺好，很不错，好，祝你们出行愉快，顺利。是房车人的啊，房车人的生活啊，日常生活。洗洗涮涮呀，这个吃吃涮涮呀。你叫你这个字。